但是你就是怕被拒绝而不去告白的一样。我就是怕我在各大平台已经公告了，但是来的人却少少的，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过气了 ？No 好 No 好，哦，这个我喜欢摸，可怜的翼龙。今天娃娃叫还是很多在刷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之后就是随便啦、啊，之后就是没有再管什么的，因为比较会该的人不再吐我了，嗯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，我讲一下，你们如果真的要离开兔窝群的话，麻烦跟我说一下，因为我每次开，突然回过讯息来说什么，就是看到说什么谁又离开了，我想说，好吧，你走吧，不然以前真的是一个走，我就是会很自责，是不是做不好什么的，就像那个最近的那个啊，迷因梗图，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，我是不是很烂？我是不是做不出什么不对的事情？然后第二个，我就烂，我就是烂。有啊，之前也是有很多像点点啊、兔子啊，不是同一个人，点点啊，还是其他兔窝的，都是跟我讲说不要想太多，可能就是这边的环境不太适合他，对啊。你再去，你硬去把他逼留下来，他也只是。直接刷个已读，那不就是让他选择他要的这种感觉？啊，后来就是可能又跑回来了。那跑回来，我又想说好，那时候很开心，然后加了他进来，但他又给我擅自离开。那时候我是真的很火大。对啊，我就烂啊，那就是。前几个月会这样子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怎么讲？因为你们都花钱资助我还是什么的，想说就是都不要无视到你们，或是忽略到你们那种感觉，就是怎么讲？我们可以当朋友啊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会尽量每个一，我因为我很早前都是一个一个看每个讯息，然后看完讯息我就上班迟到了。因为也是睡醒起来又一大堆999加，我想说会不会有人找我漏掉啊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一个一个看，然后满满的全都是贴图码的，有的没的，我真的快气死了。然后后来就是真的久了就是习惯了，因为真的已经受伤到不能再受伤了，所以就是慢慢习惯了这种东西，也后来就是我会开始。就骂干爹啊，呛干爹啊，有的没的啊。哎，二十几个已读，到底有几个在这边？哎，聊天室允许打加一哦。有谁是看到？哎，原本就在这的打加一。是看到赖群才进来的打加二，拜托，让我知道这个有用，我以后就是在赖群打。如果没用的话，我以后就不打了。开始啦！妈，有些真的也是那个啦，真的是在上课上班啊，那个我就不会怎样，我只是统计而已，我只是统计而已，而且我刚刚忘记了哦，原本在这边加一，等一下啊。原本加一，看赖群加二，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加一二，不在群里，不在群里，那你就打加一嘛。原本就在的啊。我怎么觉得这只很大啊？你不是兔窝人，没关系啊，啊不是兔窝的打加三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是突破打加三，我看一下，分账加二，有啊，有几个不是突破的，我知道啊，像那个张军也是，我开魔物之后才看过你的啊。
好啦，其他可能就是挂台观音乐了。好啦，那我以后还是吐蕃干一下好了，然后有在吐蕃的，可能我的讯息被刷上去了，你就贴心说教主现在开台哦，给我赶快过去挂台哦，这种。安安，刚有一些跑了。对啊，他们可能就是挂着了啦。好啦，我不然我去各大平台去丢，像哈基的聊天室下面，不是哈基的聊天室啊，哈基的留言下面打字，我在开台哦。我打一下哦，刚刚都在偷表你们。杰克家需要帮忙广告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不用啦，因为有时候杰克也会去帮我分享，不用广告打到那边，这样很不礼貌了。不要去别人家这样子。虽然我是允许我家可以帮别人宣传啊，可是别人家不一定啊，觉得会很没礼貌，所以不用啦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没礼貌的小孩。哎，不对啊！我毕业了，我来这边干嘛？哎呀，啊，Nice 跟猎魂，你们等一下要打吗？要打的话，我就回去了哦。我那时候也跟那个巧克力说啊，因为不是那时候那个我们礼拜六在玩的时候，我说，哦，那个游戏有冷冻枪吗？我说，哦，有冰的子弹。那那个游戏有火枪吗？哦，有火的子弹。就讲一下了，那个游戏可以挖矿吗？哦，可以挖矿。那游戏可以破坏地形吗？哦，这就不行了。我那游戏好气人哦。五点前都可以，好啊，不然等下来打。欸，我以为现在才2点呢，我的天，我忘记了，我今天下午在弄那个，啊，我的那个繁星夹子最后一个今天已经送出去了。啊，如果真的还有要的话，我就再去印，因为之后就可能。我就比较没压力啦，我不一定啦，因为我可能啊，这个我可能如果，这样这可以讲吗？哎，好，先不要讲好了，反正我之后有可能就是又会回去继续做西打游戏的东西啊，有的没的，就是东西会提前做啦，不会说只有场次才卖，不然我每次把自己干的搞得好紧绷哦。布布跟点点的，还有啊，我可以说一下，最热卖的是我嘛，再來是布布，再來是点点，然后再來是白起，再來是李哲言，李哲言还有很多，超多，没有偷表，我只是说，自从没玩斗争之后，你们就没有来这边看我的台了，然后我有帮你们解释，我说。
你们可能在玩模组玩太认真，没有接收到通知，这个我可以体谅你们，因为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。我真的没有讲太难听的话，我都帮你们解释，我说是不是不玩斗争之后就是不来了？我最热卖啊，反正就是。有前阵子是刚好在走那种环保路线，才会出那个环保杯套啊，然后就这个啦。因为环保杯套那时候想说，应该大家都开始重视环保吧，然后就会出那个。啊，后来就是说什么可以出出看明信夹那个不是明信片啊，夹名牌套啊那种东西。然后就是他们讲了，就是说你随便画，大家都会买，就画了一个魔力宝贝的，就变得超难卖，而且那个单价其实也不便宜。所以我其实之后那个名牌证件套啦的价格有往下，就是已经快是成本价了，好像只赚5块还是10块钱而已，对啊。那我其实觉得证件套真的没什么人会用，最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画的不是我啦。哦，每次都要干这件事情，天啊，我怎么了？老了。魔力宝贝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很多都有版权呐、啊。就像我画那个炼鱼啊，画迷豆子也都是有版权呐、啊。啊。只是我那时候有问啊，大家都说你只要不要太夸张，就是说，已经不变成说是你的那种你的创作嘛，就已经跟原厂的那边冲突到了什么的，那种就是才会被提告。啊，其实你那种二创还是什么的，是稍微被允许的。大家其实你没看到我，其实几乎都是画我的东西，没有在画其他东西吗？因为那时候，看一下哦，那时候画那个神奇那个什么迷你 Q 系列的时候，我就说这应该是不会再画的，原因就是因为那是二创的东西，而且神奇宝贝这边。他如果真的要抓也会抓，因为曾经就是有人就是画的已经变成那是他的形象了，那就是开始被提告还是什么的。就像很多那时候接委托吧。有些委托是希望是说，可以画他跟某只动漫角色的东西，或是他已经是要成为那个动漫角色，我就说，我不接这种委托，因为当时就是我接到一个委托是，他直接把自己融入在一个三国角色里面，我就跟他讲说。我不会想要接这个东西啊，没压中。我看一下哦，因为这个他遁地之后抓不到，所以我要趁两只抬头的时候，这样靠这个角度，然后一次抓到两只。对啊，会影响到那种的。我当时本来就只是想说，我那时候画的那个迷豆子真的是心血来潮随便画啊，可是就是真的是画太好了，我想说要不要出个自己用好了，然后就想说出个杯，那就出个杯垫吧。哎呀，因为当时我自己的杯垫。真的是想说卖太好了，多印一点，就这一次，可能
就是太膨胀了，杯垫也是剩很多。我想说那就留着又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张地图两张，两只古龙哎、欸。来分享，分享我的一些惨不忍睹。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讲真的哦，我那时候本来想说贴个公告说，只要是 coser 迷豆子的人，我就直接送他那个杯垫。后来是有遇到一个啦，那时候我没 po 文，可是我遇到一个真的是长得很好看，很好看的迷豆子，那我就直接塞个杯垫送给他。他那时候就也是已经快跳起来那种感觉，说：“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懂吗？你们懂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吧？我相信你们懂。”我就在摊位上跟他招手说 ：“Hello, Hello， 你过来一下。”然后直接塞给他，送给他。然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没有印名片了，所以我只跟他讲说我只指了一下我的那个桌上的那个名牌，说我是这个什么奇怪大叔，我样子也不像大叔好吗？虽然30岁了。好，那一次挂太久，离线了。好，然后你们高雄厂的饼干我吃光了，哈哈，没有啦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真是不知道是谁送的超大的那个瑞士巧克力，三角巧克力，牛奶口味跟原味，我说好吃哦、喔，牛奶口味吃完了啦，剩一个瑞士的。啊，我昨天不是开台说我在吃那个很粘牙的东西吗？在吃一个啊 ，TW 什么鬼的那个巧克力，很粘。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有声音啊！哦，你哦，这个仙人掌85分。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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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是鹿珊瑚的萤火龙。对啊，那个 FB 这个真的是要在那个啦，